你知道英国女王刚过世，天空就出现女王显灵的奇特现象吗？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过世后没多久，英国的郊区民众外出散步时，突然指着天空大喊：“我的老天啊！”没想到天空上出现一朵云的轮廓，根本就和戴着帽子的女王非常相像。许多网友更表示：“看来女王上天堂了，这简直是女王显灵啊！这根本是上帝的作品吧？”你觉得这是女王显灵吗？一起来留言讨论吧。